大家好，这里是小孔家，我是小玄子姐姐。今天小兔瑞贝卡和乔治呢，一起来上山羊老师的课。山羊老师呢，要教他们画人物，首先要从简单的一个小孩子的头来学起。那我们现在开始吧。首先，我们选择一张正方形的纸，好的，现在呢，我们把正方形的纸对折，然后拿起笔。画出小孩子的头，这是耳朵。好的，然后现在画出他的头发。他的眼睛。还有他的嘴巴。现在我们打上要剪掉的部分，给它打上阴影。好，这些呢都是要剪掉的部分。现在拿起剪刀。好，现在我们打开看一下。这就是一个小孩子的头啦。好啦，这一节课就上到这里啦。喜欢的话，请关注并点赞小孔家，我是小玄子姐姐，我们下一节课再见。